我们这个是在登封的中州华鼎酒店，就在松山脚下，是在3620号房。豪华，真的是很豪华。最特别的是，看看，这里有个健身器材，就是个人专属健身器材，还第一次看到。这个就是衣柜，也很好。主要是它的拖鞋，哇，这个看起来是穿起来不会太热的。也同样，它这边是分离式的卫生间，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浴缸。而且有个淋浴。好，看看房间。哇，看窗外，那就是松山啊。这个是国家经营的酒店，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气派。现在我们到外面去看看。好，那个就是松山，这边、那边、下面、那边是别墅区，一栋一栋的。这间就不知道是什么了。我们等一下应该去别墅区逛一逛。明天找个时间到这边来泡一杯茶喝。你看多么的高级啊，这是国家级别的国家经营的酒店。非常有文化气息的。